各位维新圣教育经大学大凡寺及八德道场所有显示同修代表，阿弥陀佛。今天5月13日啊，我们上课本来要到大凡寺或者八德道场，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就少跑一趟啊，就在台中道场摄影棚直接上课播出。我们要依法不依人啊，法哪里都一样，我会将真传正法传给各位啊，希望各位同学各位同修好好记住啊。我们今天要来谈修方及基安基气择日学。修方像今年寅午戌啊，今年的寅午戌修方修方记北方动图遮三煞，啊，必有灾厄啊，大家要小心啊，不要忽略了。修方也是太岁，太岁当头做，无灾必有祸。连三煞水24年，月三煞12年，啊，日三煞1年，啊，这非常灵验的。所以你们要安或者周安周位要修方啊，周位是三煞方即动图周位，还有办住家啊，三煞方啊，一即动土啊，他的功德力都一样啊，所以功德力一样呢，你们就要小心
他在室内更应小心，神位的三煞方也要注意，床位是三煞方啊，亦应小心。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在他的床位啊，的三煞方，去安一个马达，安好了之后，好隆隆隆，走到哪里就撞到墙，后我的那个。吃什么药都没有效。有一天，他就来找老祖了。老祖跟他开示说：“你的床位三煞方，你安什么东西啊？安马达是不是？”他是啊。啊，床位的三煞方，他安马达。所以安好了之后，每天都掏空公公，走路都会去撞墙。啊，问了怎么办呢？很简单嘛。啊，你把床位移开，或是将马达拆掉，不要用了啦。或是将马达移开，那就没有问题了。回去想一想，啊，干脆把床啊也移开另一个方位，哎，就没有问题了。哦，很快又 跑到仙佛寺来过呢。师父啊，老祖好厉害哦！啊，我把床移开了，我的头晕、头发红就好了，真是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世界那么多人，现在医院一家一家都盖，都不够用。很多在医院生病的，很冤枉哎。啊，很冤枉，受了灾殃，大包小包的药吃，健保局。啊，就亏了本事这样来。所以有一年，健保局的总经理啊，是我的初中同学，他说：“哎呀，阿旺啊，健保局都亏钱。”我说：“你们很奇怪。”光宅要嗨，不知源头，去追根溯源。所以我送了那本《小阳宅》送给他，你们回去研究看看。啊，所以他回去研究了，啊，才发现。很多病是莫名其妙的病，冤枉病。所以我们各位同修，你们要啊为过界
创造福音，要为过去创造福报，那就把易经风水学把它安好。好，那我们休息十分钟，我再过来，有一些事。好，阿弥陀佛。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啊，人在世间上充满的挑战，处处都有危机，但是处处都有禅机，处处都有好处，处处有陷阱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家里安神位安得好好的，还算蛮平安的。他有一天心血来潮，要把神明厅的窗开大一点，就是这样。神厅在这边，这边是北，这边是南，窗户要开的窗户开大一点。他就选在时间，他的时间很方便的时候，他就请工人来把这个窗户开大一点。把他的家做这个百货生意，原来好得很，这个一开呢，动土了，他的百货生意突然间降了一半以上，他以为啊，他的市场生意有什么不对，所以就跑到仙佛寺来。我用一张卦啊，就是成蛇动，而且成蛇动那旁边要有勾陈动来克成蛇，啊，那表示神听，神明听，啊，位置动土。一个是勾成动，啊，成蛇是神明厅，啊，有啦，师父，我一个礼拜前我就要把客厅窗弄大一点，空气比较好。我那个刚好在南方，在神明厅神位的南方啊，所以他认为说
神为神和人不一样，结果一动，神都跑光光了，护法也跑光光，因为构成动土成蛇，就是神听啊，三煞就游离殿，在南方日子神听的南方煞南啊，这里说没有关系，敲了生意跑光光，问我怎么办，我说没有办法，因为神不在，护法神也不在啊，只有一个办法，赶快把它修造好，我再选日子给你重新安神位，请神啊来家里受礼祭拜供养。而且你看你的神在哪里请来的，哪个宫庙请来的，你赶快先到宫庙准备三牲九礼，五果金银财帛去祭拜这个宫庙的主神啊，向他赔忏悔啊，然后你跟着神禀报，你这几天会整理好，会再重新安坐啊，恭请某某神光降家中赐福，受我祭拜啊，所以这个动作要先做啊，祭拜好了，奇怪那一天回来店的生意就比较好啊，他问说哎，你 这几天你怎么都没有来买东西啊，都不用是不是啊，有啊，我们都到别家去买啊，啊，我们到你们家里来，第一还很乱，第二前面没有位置可以停车啊，第三我们进来就心浮气躁啊，不想啊，在你在这里买东西回去，所以这位信徒将这个心得告诉我啊，以后我不敢了，还好你是一片的善心，不然呢你的吃亏没有办法来弥补啊。所以我们各位同学们，你们学习易道天机，你们要学好，我该讲了你们依教奉行啊，不要自己去想东想西，创造什么新花样。我告诉各位，你们的新花样，天上界、神明界、祖师没有传给你们的，啊，你们乱整乱搞，
因果你自己负责啊。所以今天我要特别跟各位讲解安神会及各种的修方修造动土的择日天机密啊，希望各位同修你们要举一反三，你们要悟，然后才能够创造幸福给众生，你们的功德无量啊。还有曾经有一位我们的老信徒他的工厂在彰化，这位黄董事长也是很有修为的人，六十甲子倒背如流风水书他也结缘很多，但是他的机械工厂生意普通有一天他的女婿在高雄做建筑老板就跟他的岳父说，我介绍一位张老师和你结缘好不好岳父当然说好，我就到他公司岳父就有一个大老板的架子跟我讲话眼睛都 看上面我就一看出这个老板有贡高贡高嘞，我笑一笑，我说老板呐，今天来我有缘跟你在结这个缘，这个是 大马路办公室进来他的门在这里在这里呢内门办公室他土地公安在这里，他董事长室安在这里，职员办公室安在这里，这里的机器我看到公司的老板我讲你也不要生气
不对的，你直接不要客气指责我，我都会接受，因为我还在学习。我说你门开在这边，门开这边进来，内门开这边啊，你转到办公室，转到这里来啊，你这边这一气都动，啊，那你这里 血光连连，血光很多，他吃死也惊一条。你也知道我血光很多，他就为这个血光很多，所以员工都不敢住，不敢留。啊，在员工的手进去，都被这个机器把它砸断了，砸了好几位。啊，他的土地公就安在这边，那里也有，那里也有，他安了好多地方。我你的土地公神桌挂念啊，哦，啊对，啊常常要换。他请了老师，叫他今天换那里，改天换一个老师来，就叫他换哪里。啊，所以我说你安神桌安轮子的就可以了。啊，哈哈大笑。老师你讲话这么风趣。啊，我说你这个换小偷很厉害。那你说换小偷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是换小偷？我说你的办公室室的门在这边，这边出来，外门悬空挨先挨过来是三壁，三壁这是换小偷。哟嗨呀，很烦呢，防不胜防。啊，小偷进来，而且用上锁将他的保险箱锁开了，二十几万拿走了，再换一个保险箱，啊，再又被偷了，他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耐心通瓦贵，耐心通瓦贵，内大门和外大门悬空挨先是三壁方，外门三壁方，耐心通瓦贵，又按了，他知道了。保险箱被偷两次，啊，原来他公司的管理员啊，来先通瓦贵，啊，把他偷走了，啊，员工手常常被砸。啊，也是在三壁方，向星、爱星的三壁方安土地公。啊，财星换劫财运，整个全盘都错了，所以这位黄老板心服口服的
来找我好多次的。当时我还没生病，还没行道，他就在一次的机会，因为修改了之后，生意好得很。那时候他去买了一部这个切割机。电脑切割机500多万，算台湾最轰动的那部机器，德国买进来的。他要安这一台机器，就要安在这里。安在这里，我跟他选择日子，用悬空哀星。从办公室座位来选日子，I 星、象星800和600武曲日，啊，那个是赚钱，啊，800日。也是平安日，也是吉日，但是通书看起来日子很不好。我说你要安大的机器，你要选在600日这一天。他说好了，结果。他没有用那一天去找他的老师跟他看，他的老师不晓得从桌子来安机器为重，啊，土地公的位置方位也不煞，我这样选。结果的他的老师，另外一位大师说要怎么样才好，就他就按照那位大师的日子看的日子，把他安机器安上去了。安上去第二天，他的员工两只手就被斩断。很恐怖啊！到第三天又斩断一个，第四天又斩断一个，所有机器操作的人头都晕了，所以就不敢动了，跑到台中。我中心测量公司来问我，啊，什么日好不好？我说那天是好日。若是你要安机器，那个日子是大凶。我老说你看日子怎么这样看？天机密就在这里。你要从你的座位来推安这个机器的位置方位，和土地公相关位置的方位，而都不要有煞。我帮你选的日子是最不好的日子，但是是最平安的日子。那位董事长眼泪掉下来了，他
误以为我选的日子最不好。另外，他选的那一位地理师帮他选日子最好了，结果害了四条人命的身体都受伤了，残废一辈子啊！啊，所以就不能说很坦白的说，啊，现在坊间的武术界朋友，只看一不看二，也不看三，也不懂二不懂三，要领没有找到，所以那时候我还在做测量，业余帮人帮忙。啊，那么这一位黄董事长向我道歉，我没有关系，你要道歉的是向你的员工道歉。所以学艺不精，你不了解，而你做老板，你要精。所以，这位黄董事长，就很惭愧的说，那些员工好几位都受伤了，很对不起，讲也没有用，因为我不会盖三盖四，我一五一十都跟你讲，你有福气，你就要依照我跟你建议的去考虑。啊，你没有福，我跟你讲，这个吉日，因为社会上啊，武术界的朋友所看的，往往都是老鼠的毛，看习惯了。啊，有一天我拿了真正的貂皮要给你，你认为这是老鼠的皮，啊，这就个人的福报。所以我们同修，我们要为众生种福田，也是给自己种福德啊！啊，这是不变的真理。所以还有很多要择日修方动土，懂的话都创造福田啊，给众生，那么我们就得到功德无量啊！所以这一节我将修方和机器按机器的原则啊，简单的说明，希望各位同修多多注意，祝福各位，我们休息一下。各位维新圣教啊，易经大学大凡寺和八斗道场所有贤士同修，
我们今天这一节要为各位来开示开悟之禅机，开悟之机，开悟很重要，知一切法而超越一切法，这叫做开悟。在开悟有大开悟、小开悟。小开悟呢，就时时刻刻人都在开悟。大开悟啊，在一定的时间啊，我们豁然贯通了，这是大开悟。在开悟大开悟，和小开悟他的大开悟就成道，是大开悟。小开悟随时知机，所以我们连小孩子、中年人、老年人都随时会知机，会开悟啊。所以我们，你要知一切法，你才能开悟。你不修一切法，没有办法开悟啊。有时候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你们进入中门，从开始前三年昆六段开始啊，你就是先知机，知道阳是阳，这是阴，这整个的道永恒啊，一体一体两面，啊，一体多面。所以我们进入中文来学易经，这个已经有7357年的岁月，胡系世祖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化生成，这即是道。所以我们在世间上，你要过一辈子的幸福，一定要从易经来开始，来觉，来悟。啊，觉就是有情，是有情，是调和，
是调和。啊，这觉你要去悟，了解天地之间一切万生万物，这个是一支笔。啊，笔你从哪里悟？你就是从上学，上是阳，下是阴，中通人心，将你的智慧所知所学的表达出来，就叫做觉，叫做悟。所以我们宗教的修行学习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进入法门中文啊，读了那么多的易经风水学，这都离不开觉和悟。说觉悟，觉悟就藏着一件事情，哪一边是对，有利于人生，哪一个才错了，不利于人生。啊，这个即是太极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是是非非，非非是是，是是而非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学道研究易经，你就要从这里开始，你才不会跳入是与非啊。事中有雾，有黑，黑中有一点光，这个都是开悟的基本原则。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今天呢，借着这个因缘讲给各位理解，我们先从阳宅风水学来进入讨论。你看到一栋房子很不好，住了不平安，这有他的因果，因果力的报偿在实践。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住了一间房子都不如法，错误了，这个一定有他的因果业报啊。在当下住进了房子以后，百事不顺啊，是是非非，了解破宅，身体多灾多难啊，一无是处，这个也是他的业报。所以我们中文老祖要我们要从业报因果力来进入修行啊，啊，这样你才能够跨越是与非、好与坏的基本原则。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啊，你一定要啊，从一体多面来看待啊。首先
你要从因果律来看待。佛家说，可恶的人、可怜的人，必有其可恶之处啊！啊，不会赚钱，投资都失败了，这个必有啊，他的劣根性才会失败。所以我今天将这个开悟啊，简单来引言，让各位理解，静下来悟啊，悟就是要静啊，静下来悟，静下来悟啊，内观。这是反省，啊，所以我们呢，就禅静，双修，这样的话。你会处处见到生机，见到这个人为什么会这么差劲，这个是他有他的可恶之处，这个人为什么会生活这么快乐，事业这么顺利，必有他的觉性已经开花了啊，所以以上啊，这一个禅境的语文，我们就从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那么无量寿鬼谷先师啊，这个就是开发我们内在内心啊的内在智慧，你能这样，你就是觉悟者、开悟者啊，你就能够跳跃生死、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啊，36对的因缘华啊，希望各位同修大家好好来领悟啊，你就能够跨越人生成功的境界，再提升到成就、成佛、成圣的境界啊！啊，愿我们所有同学们，大家要有这个觉悟，这个觉性，你这平安的人啊，祝福各位。